影《燃烧》是由韩国导演李沧东根据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改编。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后受到好评如潮。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的剧情。男主李钟秀，留洋人士，在一次为卖场送货的时候偶遇了当年的同学申惠美，全中书氏。惠美请求钟秀在其去非洲旅行期间照顾他的猫，并且两人很快建立了短暂的感情关系。但惠美从非洲旅行回来时，同时带回了旅行时认识的该本的介入，让两人并不牢固的感情变得若即若离。而不明真相的惠美却被单一步步引入深渊。电影的剧情本身没有太多可讲的，但在这简单的剧情里面却承载着韩国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透过这部电影，让我们一窥韩国当下的社会。一整容钟秀与惠美偶遇，一提到韩国，想必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会立即浮现整容脸这样的画面吧。电影中若不是惠惠首先认出钟秀并叫出他的名字，钟秀是不可能认出他的老同学的。请想象一下，在一个社会里整容习以为常，大街上走着的面孔都仿佛戴着面具一般，那该是怎样的一个风景。想想那些辨识度极低的男团女团，真的是细思恐极。千人一面的韩国究竟会走向何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二、贫富差距阶级固化。钟秀与惠美在 Ben 的豪宅阳台上的对话。电影中钟秀说，韩国的盖茨比真多。盖茨比是被钟秀比喻那种不知干什么却很有钱的悠闲的旅行，开着保时捷在豪宅里面坐一年的人。在韩国，财富以巨大的比例集中在少数财团的手里，而生活在底层的人却还要为生计苦苦挣扎。单的豪华公寓三住房问题。惠美拥挤狭窄的公寓，在国土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韩国，人口有5000多万人，而那些收入不高最为底层的人只能租住在狭小的公寓里。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活着就已经要用尽全力，更何况什么理想和希望。而钟秀口中所说的成为小说家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可笑。四、负债累累的年轻人钟秀与惠美工友的对话。2017的数据显示，韩国首尔是世界上物价第三高的城市，而本身收入就不高的底层年轻人为了能够活下去只能通过负债来维持运转。当这些债务越积越多，多到他们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样饮鸩止渴的方式最终将自己压垮。五、青年失业钟秀在介绍自己的职业。同样是2017年的报道，韩国的青年失业人数为 43.5 万人，失业率高达 9.9%， 创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电影中钟秀大学专业是文学创作，但毕业之后却要依靠各种打工兼职来维持生计。惠美同样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整容来提高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就显得合乎情理。据小编在韩国找工作的朋友介绍，他在韩国找工作时面试之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长得是否漂亮。六、孤独醉酒之后的惠美在哭诉自己的悲痛，我也好想像那晚霞一样消失掉。听到一个女生这样感慨自己的人生真的令人心碎。被家人被社会抛弃的惠美看着钟秀哭诉，多希望他能够拉自己一把拯救自己，但是并没有同样孤独的钟秀，同样孤独的 Ben 都没能摆脱掉，而是逐渐被孤独吞噬。Ben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世界上的问题虽各有不同，但都能找到根源。贫富差距，当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时，当生活底层的逐渐被社会挤压到边缘时，矛盾冲突也就会愈演愈烈。韩国如此，世界如此，我们同样如此。最后就以惠美在钟秀家的院子里孤独的半身裸舞结束这篇文章吧。 End。